行嘞，大家请坐。我应该称呼各位是总驾官。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我心情好，感觉笑眯眯，现在大家认识吼。但是我来跟伊讲哦，我确实恁在树林学习间，甲即摆，迄个面拢已经开始了。恁家己，我听恁家学员讲吼，来树林时阵呢，伊先去翕一张相，啊，想过分了先翕一张相，因为恁即摆地位甲恁以前来上课以前绝对无同。经过这三天的这个，啊，做咱的上课吼，我相信你的脚掌啊，已经都有回归啊。即摆呢，开始呢，有真侪代志你也要看，包括报纸你也要看，报告新闻你也要听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啊，各位，恁的迄个毕业证书吼，是已经等下会做好，做好了会交予厂长，啊，了会交予厂长吼。我是希望讲，由厂长呢来将毕业证书来发予你。是安怎讲呢？因为这张毕业证书呢，就是你的结业证书。就是咱所有的这个高级班的这个叫做学员吼，就是伊是台湾政府、台湾政府内底公务人员的任用证书。啊，因为各位你是这个革命的先行者，来先行，所以呢，咱一定要回馈。受过训的这高级班的4000名，后摆在咱台湾政府内底是永久有效，未去免阁后摆阁参加啥物。什么也做啊，公务人员考试，因为领先来上课，所以这些4000名呢，啊，是永远的公务人员，啊，你好不好？好。过来呢，就甲咱各位来报告一下，讲，最近咱这个民政府的速度，台湾政府的速度真紧。我一摆来甲各位解释这个，什么是台湾民政府，什么是台湾政府。所谓的台湾民政府啊，就是讲。是战争法，是万国公法内底呢，尤其是五金山和平条，是这条约内底国际上的法律的规定内底，咱台湾是被占领者、被占领区，这个所在老百姓家己本身就有权利来组织台湾民政府。那世界是世界诶国际法内底叫做 civil government， 那 civil government 呢？当然，西伯官人有一个顶头上司，这个顶头上司就是美国军事政府，就是照国际山和平条第23条，美国是咱台湾这个地区的主要的占领权国，所以美国有权利对咱台湾来讲话，这就是因为国际山和平条约。因为这个条约讲啊真清楚，万国公法讲啊真清楚，国际法内底非常的清楚，占领法非常清楚，但是美国军事政府伊。虽然一定无条件爱来支持台湾民政府，但是恁台湾民政府台湾人人家己袂晓讲，是国民党伊用骗的，伊在恁骗讲咱是中国人，其实咱不是中国人。咱若是中国人，你也想看觅，那中国人的孙，咱哪有可能讲咱家己来轰炸咱家己台湾？无可能，咱绝对是这个日本是甲中国战争，甲中国战争，台湾虽然有甲日本战争，台湾嘛。还不是跟日本战，台湾本身是代表日本天皇，甲中国战争，甲美国战争。啊，美国甲咱战败，啊，这个美，这个中国是战败国的战胜国。其实这个战败国的战胜国，这个名词是来讲啊，是不太合理啦。啊，战败的战败，那个算是战胜国。以美国能量反主团来帮忙着中华民国来代替美国来占领台，只是真真正正。台湾的地位现主席现状就是安尼，啊，所以你甲看吼，即马中华民国伊嘛准备开始要离开啊，一定爱离开，因为国际法的规定，伊都爱离开啊。啊，即要离开，问题是讲，啊，你台湾人，伊要离开，啊，若走去，啊，台湾人咩嘛？台湾爱组织政权啊，啊，你台湾人无政权咩啦？所以你就台湾民政府。那美国呢？伫即个啊，即个月初时啊，甲咱讲，伊讲。你台湾民政府会当以台湾政府的身份啊，来运作，
有这边讲啥物讲，这无简单嘞。一个君主政府的占领者，会当甲咱台湾民政府讲，咱开始会当用台湾政府的身份来做运作，同时台湾政府加入国际社会。所以咱是啥物时阵要正式宣布呢？伫今年，就是今日是三月日啦，明仔就是四月七日。后个月的二号，上午十点，伫美国的华盛顿 DC 的国际记者俱乐部内底召开这个会。当然看得到，你若要知影消息，都爱是咱的官网看，吼、哦，咱的官网拢看的。所以，啊，过来，咱这个官网吼、哦，你来受过训呢，咱主动替你来注册。好、哦，注册，你甲看咱这个官网吼，哎，甲拍出来你就看嘛。咱的官网从即期开始规定，所有的这个学员啊，单单你才有资格来注册，其他人无资格。你看吼、哦，2013年3月29日起，官网会员余力限于中央会馆现场注册，就是爱受训、受初级班还是高级班的人。咱替你注册，所以你若无注册，咱即摆拢会替你注册。啊，注册以后呢，咱的这个下晡吼，下晡呢，你的注册迄落，迄两组，迄个密码吼，会拢会互你。注册是要创啥？你注册以后啊，你除了你会咱看这个官网，同时你若有啥物问题啊，留话伫顶边也可以，咱会甲你回答。所以一般呢，我毋免甲你回答，一般诶，咱的中心嘛，就会替我甲你回答。所以对不对啊？咱哩本来新台湾论，所以新台湾论无论咱外国一摆甲你强调，恁一定爱有新台湾论，因为新台湾论内底对台湾所有问题解释拢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搁再一摆迄个啊做迄个官网出来，你若准家己要注册吼，家己要注册的时阵啊，这个官网吼，迄注册入来吼，迄注册甲点入去。好，注册个店面，好，现在哈，咱这边有2250个啦，啊，2250个注册，啊，有个人还没注册，你无注册，咱会替你注册。你这边你这初级班的时阵哦，咱嘛给你注册。毕业证书，我甲各位讲吼，你的毕业证书爱去找你的州长者，啥物呢？后摆各州的人事内阁，这嘛是由州长去处理，所以你爱含州长啊，一定爱熟悉啦。当然，恁的所有的资料在咱的电脑内底拢有，恁的资料在咱的电脑有，美国嘛有，所以后摆呢，咱有机会，咱就对这个内底啊引人出来。当然啦，这4000名要入面台湾的迄个公务员是无够，台湾的公务人员啊，差不多是200000名，会有20万名。当然，咱无希望讲这个人员要减缩，啊后摆呢，公务人员薪水啊，一定爱比普通时啊较悬2倍，还是3倍，啊唔通。贪污啊，唔用贪污，安、啊，这真要紧哦嘿。你唔通讲啊，是甲你贪污啊，佮甲你喊你来上课。你来上课，要做公务人员，你就不要贪污。来，你若做公务人员，你的薪水绝对比现主持伊，咱即摆现主持中华民国公务人员的贪污啊，会分2倍到3倍，你当放心。安尼好唔好？好。过来呢。咱今日是这个所在正式宣布，为后礼拜开始，后礼拜明天啦、啊、吼，为后礼拜开始，咱台湾民政府正式开始要改进单居比薪资。过去呢，啊，有真侪党啊，什么咱个民进党啦吼，台独联盟啦吼，伊要求拢无效嘛，恁会看出，伊去游行也好，啊，创啥无效嘛，但是呢，伊拢话，但是咱以台湾政府。美国就是单身啦，台湾政府才会当来代表台湾人来讲话啦。所以咱明仔载，哎，这后日吼，礼拜二，四月七日，咱要伫《自由时报》刊一个半版，内底标题甲写：美国应该予单水碧先生去美国，安好无？好。咱公布一个台湾。政府的声明，啊，内底吼声明你去看就知影，是正常。啊，同时呢，伫这个岛边，咱来公布美国官方承认台湾民政府和美国官方承认台湾政府的文件。啊，再来另外一边特别个写，4月25日，咱台湾政府要伫台华盛顿 DC 来召开国际记者会。所以各位，
无管你的边仔人安怎甲你讲，讲迄无可能，有可能讲因家的代志。咱台湾政府、台湾民政府，按照制度、按照国际法，一步一步向前行。这个向前行内底啊，我嘛爱甲各位讲，恁爱读册，我讲一摆，你一定爱读册，因为恁将来这四年内拢是政府的官员。你唔通做政府的官员哦，坐伫讲台湾主权独立要脱去啊！我甲你讲，绝对袂使。哦，啥物台湾的主权啊，咱台湾要建国啦，咱台湾自治啦，拢不对。因为这块土地实际上还佫一个主人，互你要独立，你嘛爱问主人的同意。你袂当要人细处，啊头家拢免讲，恁家人叫起，咱来公道，公道讲这间厝变到哪里？这是日常生活内底一寡足普通的所相信，你就应该知影。啊，这个、国家的代志，安尼看无。所以呢，这个有真侪人吼，我有感觉讲吼，迄、那个两拢两条两套的标准啦。对家己有利的，啊，伊就要伊就照伊的意思来讲。对台湾的地位嘛是安尼，足侪法律的，伊就歪叫，用迄、那个伊要伊较介意，吼、哦，较介意的，啊来做伊的法律，袂使安尼。国际法的物件就是国际法，咱若照国际法一步一步行，我若合美国人都唔敢甲伊嘛，中华民国嘛唔敢甲伊嘛，这是咱台湾政府、台湾民政府厉害的所在。即马开始呢，这两年来啊，啊渐渐渐有真侪所谓的大佬啊，拢要来受。我所谓大佬，拢别个党派啦，包括国民党的党派，包括民进党的党派，包括台独联盟，包括即个做新民党、新民党遐。遐大咯，拢要来上课啊？是安怎？因为伊即马渐开始讲，你敢若讲对呢？啊，即马开始讲，就是归我大名。我是即阵人本性啦，啊，讲人本性。拄仔开始，我想在座你嘛是伫恁家嘛是咧怀疑，毋知要去啊，歹去。啊，若去叫掠去啊未？吼，咱两千拢去，当做官呢？有真侪拢安尼咧想啊。啊，不过即嘛对呢。你若歹做官，台湾人是啥人在追求？就是咱在追求啊！啊，既然讲你要做官，爱记得哦，我阁讲一摆哦，强调一次哦，不可以贪污。你啊看迄赖树儒，国民党肯定形象讲足好有无？啊，伊都嘛几啊用呢？百万就倒啊！你啊看，你看这钱的用偌好用啊！吼、哦，钱拢大家拢爱啦，但是呢，要取之有道。啊！若全世，即个全台湾每一个所在，到变成大家拢有钱，啊！你个钱是要创啥？你不过你睏嘛一点眠床尔，啊！食嘛食一顿饭尔，你偌贤食，对不对？莫啦，子孙互因，互因照因子孙的意思。后摆，咱台湾民政府宣布，台湾政府宣布，所有人读册对幼稚园开始考到博士，拢免钱。但是你也会通呢，你唔通讲哦，我去通哦，啊，都放互落地呢，这是袂使。所以我伫只所啦，会正式来公布，80万的助学贷款，现准是台湾内底80万的助学贷款，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，伊80万的啊，做学生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来讲吼，啊，我即摆去就会使。你要去招嘛，无一定有法度招呢，因为有一个限制嘛。遮尔啊侪人可怜，无法度来读册。啊，中华民国咧放予中国人来去读册，拢免钱，佫补助伊3万、5万。哦，迄真是足讲吼，迄欺负咱台湾人足欺，足偏激的。所以呢，我甲各位讲吼，有真侪代志吼，咱要一步一步。但是伊咪有真侪呢，啊，佫真侪台湾人吼，还佫拼命过来。啊，这拼命过来阵吼，咱就无法度讲真济啦，所以今日这个啊，做这节课内底吼，因为本来是掌握一个中国国情，但是因为好不容易吼，蔡明华贵宾国回来，当然我的时间按让予伊，啊，所以我话直接来简单来讲一寡，现在是中国的甲咱的迄个关系，中国甲咱台湾，坦白讲啊，是听清楚啊，是两边两国，就有人去画一边一国，你甲想看一边国一国是唔对的呢？一边一国，到落到落尾啊，迄个你才走去中华民国去，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去？所以咱就爱讲两边两国，你想看嘛？我讲的有理无？两边两国才对啊，哪会讲一边一国？对，无共边，我唔对。
所以有真多政治上的迄个口号，也是政治上的用语。有诶，你甲你怪你搞不清楚啊！我定来骂你讲啊！一个政治的口号出来时，你爱用头脑去甲想讲，伊即个讲啊对啊对？比如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听起足爽诶，无对啊！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但是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，都唔对呀。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不对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你敢有资格住伫即个所在使用安尼尔尔，毋是讲台湾是台湾人个台湾，所以台湾毋是台湾个台湾。所以过去你选举个时阵，甲你讲，你着爱选互我，啊无你选啥物啊？选国民党嘛，好，选着中华民国民进党，甲选互中国国民党，意无意义嘛？两个拢中国，啊你选民国，你嘛是伫个圈圈内底，你是到袂出去。遐哩台湾政府、台湾民进党是确确实实是咱台湾人个政府。即、这个台湾人的政府当然会替咱台湾人来做代志，会替咱台湾人的这个思考啊，一切以台湾人做主。各位，遮侪年来啊，68年来啊，即台湾人啊，已经过遮侪年吼，真艰苦的日子。所以有人讲民主的选举，你想看卖，哪有民主的选举？哪有民主选举？表面上敢若是民主选举，是安怎？遐老外去投票，拢要投给中国国民党？你要到面甲想看卖，足简单嘛。老外伊特别甲伊优待啊。你的身份证你知影无？中华民国身份甲贴甲正面的倒面甲夹面甲看卖啊。你甲甲望迄个正面的，还有一个密码，你敢知影？知影举手。啊，唔知影举手。我反正都唔知。来身份证，迄、那个相片、身份证的迄个抛款拿出来。你要看吼，是这个所在，我甲你讲哈。好，来你看。好对啊，这个所在哦，内底就甲你讲哦，你这个台湾人是贱白国，你这个台湾人是奴隶，你这个台湾人，有人一世人为出世到死去，唔知讲这个所在有何物呢？恁等于吼，你若唔知，你等于甲你看卖，有人一世人唔知有这个何物，这个何物要创啥？各位，上面。反面的上面就这个位置了，这里黄颜色这个位置了，右上，按了快门。来，想嘛，一片农民啊，一片流难的中国人啊，去农庄看病人，伊一个去，因马上就知影讲是农民，啊，甚至即个叫难民，伊会当看病免钱，住病院免钱，就迄无嘛，就是这啦。你拢唔知影呢？啊，台湾人讲啊，吼，做奴隶，甲你变四号，啊，你搁唔知影，啊，搁。所以你那个支持，你就等伊的时阵哦，你选举的时阵哦，伊就是跟你选。你即马甲美国讲啥？那台湾人家己要选举的，台湾同意的啊，对吧？咱较有可能也同意。啊，因为一方面是政治上呢，甲你强害，哦，阿强啊要甲你拍飞弹哦，啊你袂唔通对吼啥物某物人哦，你来对吼国民党才会好势哦。啊，就安尼，安尼一届，一直来。跳脱迄个政治炼狱啊，咱跳袂出，咱唔知影要哪跳出。好不容易即下台湾进入啊，啊过去你敢知影？你真正唔知吗？佮讲过去，咱拢共款，我嘛共款，我行足济冤枉路。我学生时代嘛是足认真诶，我甲陈永清医师啦，甲我高一啦，伊啊比我悬三级啦。啊，伊当阵哦，伊是懂我啦。啊，我迄阵啊，乖乖啦，我足乖啦。读册，阮老爸若要讲，伊最近通插，拢乖乖的。哎呀，咱拢感觉讲，很真个怪人。啊，但是陈永兴哦，我选个高一的总迄个啊，做课外活动的总干事的时阵哦，我赢伊一票，我屌。啊，所以阮两个在讲笑，因为少年的，因为哦，伊选举哦，敢若输一摆，敢若输我。高一的吼，我高一的时候，高一当阵呢，伊是啊，做伊管我三级，给我三级。啊，我实在是叫学生，
啊，有啊，迄伫高一内底，敢有一个动山迄个做活动中心总干事就是我，因为有啊，迄较少嘛，四年嘛，啊，伊考是七年嘛，下考六年嘛，高一四年嘛，啊，所以我的人较少啊，啊，我较少发条呢，那我很有智慧呢。是啊，阮高一五年级以来啊，总干事是有啊，迄敢若我一人做。所以吼，我迄阵我就，我看我吼，从以前开始吼，我的想法拢甲人无共款。但是虽然我的想法无共款，我伫社会拄仔开始，我嘛是感觉讲吼，民进党很危险的，吼、哦、啊报纸，我相信报纸，渐渐渐渐，我去日本读册，啊了后我就知影啊，我唔对，伊比较正经法，搁较差，搁较唔对。所以呢，真好赚，真好加财啦。啊，回来了吼，即个做读册正经法吼。他们讲读正经的人啊，无饭好食。全世界敢有一间敢有正经？无呢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正经话一般是讲这个较强的国家才有去读，甲你教这个正经话。啊，所以我开始读正经话是2004年开始写文章，到2007年的时候，中国嘛开始研究正经话。所以中国开始研究，到2009年，以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啊，就87年。迄、那个武汉大学迄个博士啊去研究，啊了写一些和我研究一模一样，但是伊敢欠一个部分无写对台湾诶，哦，啊这台湾，所以我会当甲各位讲，其实中国是100%，尤其是中央以上诶，已经知影讲台湾和中国完全没有关系，完全无关，于情于理于法拢都无关。所以呢，各位，你咱完全100%的放心，不管伊中国伊出来毛病安怎讲啊，不管伊中国讲要安怎安怎，拢无效。什么反分裂法对咱哪有效？无效嘛。台湾都是列一部分反分裂是干哪反分裂？啊，日本伊中国的反分裂啊，日本对伊够效无效嘛？安怎讲？日本就是中国一部分嘛。啊，台湾嘛是中国一部分啊，当然反分裂法就无效。啊！你讲看这个这样来，你也看伊的政治面来讲，本来伊是踮你讲，你讲吼，讲关于迄个邓小平也好啦，吼，江泽民也好啦，啊，胡锦涛的波比啦，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对吧？无啊，就无去讲，三年无讲，哦，啊，三年无伊个要讲啥？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（core interest）， 什么是核心利益？我看嘛看无，我记在伊解说啊。啊，尤其上个重要是温家宝。温家宝伫今年年初落台的时阵，本来是叫咱台湾同胞，你讲解叫做台湾人民。你唔能看讲台湾人民这两字咧，迄意思讲台湾人民就你甲中国已经拆开去啊。你若台湾同胞要求，国叫你叫赵平啊，伊讲有可能去叫亲爱的日本同胞，没有，伊讲讲亲爱的日本人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安尼啊，啊，所以咱就咧讲讲啊，中国咱袂甲叫伊中国同胞啊，中国人民。所以政治上的用语要非常小心。啊，台湾人清清菜菜啊，光想嘛赶快。他别说讲哦，嗯，我若无做工课的时阵哦，啊，选什么人嘛爱家己做工课，会死啦！我甲你讲，唔通叫是讲哦，你选什么人啦？选什么人无赶快。现在很准时呢，台湾呢，过去伊个投票率是67%嘛。其实咱若要甲救来，真简单嘞，当然鼓励67%的人卖去投票，是50%以下，啊就过瘾啦。就比如你也敢是吧，你也敢干吧。但是这个17%要甲救来，够难干的，不要干。所以当然呢，大家想袂清楚。我想你在很准时，你伫外口。你别来遮上课，还是你的朋友？卖讲你的朋友啦，有阵阿阿婆就是个人讲个人的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讲啊，不要紧，我跟你讲啊，跟你反对啦，你千万唔通介冤家，甚至唔通介相夹。咱用法律唔免跟人冤家，咱照这步一步一步行。中华民国绝对袂当跟你安怎，阿妈唔敢跟你安怎。阿若要跟你安怎，你免烦恼，先了我一死，靠他就你，你还早呢。对不对？对呀。我无讲我要死啦，我是讲吼，伊会甲我掠去死啦。我讲吼，我袂死啦。
所以吼，过来边啊，边啊来啊。但我甲讲讲吼，我嘛是赶快去去考算是最后吼，我还佫讲这经过这简单的历史甲中国一番经验。美国甲中国这个经验啊，你甲看咩？美国甲中国这两边的关系啊，会战争无？你感觉会战争？你感觉会战争伊个怎？美国甲中国会战争？未战争伊个怎？我爱看嘛，会局部战争。是安怎讲？即摆中国甲美国因迄个贸易来讲啊，美国欠中国足侪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欠伊钱无？啊，你会惊无？对无？会惊伊下手？啊，未惊伊下手？你怎讲未惊呢？吼？不是我，你好好啥啦？啊，我甲你讲吼，迄个美国副总统去访问即个中国嘛，北大学生甲邀请嘛。请问副总统，啊，你美国欠我这么多钱，啊，这个钱安不安全？你要副总统来讲啊，非常安全。啊，怎么安全？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一样的安全。然后我就跳，中国空军啊，上下就待续。伊愈想愈唔对，等于吼，写文章之前伊讲，我越想越不对呢。你巴肚内底一个是一个吧，我要用手去甲你捂是捂袂着，啊，你若甲放出来，不使，对不对？哎，讲吼，我搁想想诶，啊嘛唔对。过去荷兰，美国欠荷兰钱，打一仗，免钱。西班牙欠美国钱，打一仗，免钱。即马中国甲美国欠中国钱，很有可能会打一仗。所以美国一直甲渗透快上线哦，南海一直希望舰，钓鱼台经过去啦，希望舰。啊，过迄个天安门，天安舰，韩国天安舰有无？希望舰。美国他们讲哦，美国首先讲，我跟你讲的，希望他打。外省，我甲你讲啊，所以中国人哦，当出出起鸡嘴，伊派足派哦，哦，我上要见哦。啊，比如讲好，啊无来，啊就去叫叫去啊。甲迄个北韩同款啦，迄个金正恩啊，迄少年啊，嘛是同款。哦，见啊见啊，你到底干？你见？你试看卖？见了伊就变戆嘛。啊，若中国甲美国见了，啊有钱，迄个做习近平啊，免做啊，结束啊。所以我甲你讲，未，唔会战啦。但是这个战是局部，万一若无战，美国嘛想办法互伊分裂。那就是遐中国啊，遐军区吼，足好管的，足歹管的。中国前以前，你想看卖啊？新疆的人，生的迄个面敢若外国人，对不对？维吾尔族嘛，遐外国人，若伫外口你甲看啦，啊，你这是国人啊，欧洲人，啊，伊讲我是中国人，遐人你看会叛变无？绝对叛变。北方来讲，中国北边，伊东北遐呢，高墙很高大，南方，广州这边矮啊，咱是算中等啊。我是中正的。南京就拢遮尔啊大，无同啊，拢是同一个国家，绝对问题足多的，啊，问题真很多。啊，美国真正讲欠伊钱，有影欠伊钱啊，但是你甲看，搁一个现象哦，这拢是发生的代志嘛。这两年内底，美国虽然欠中国钱，美国一直咧甲印钞票出来 ，QE1、QE2、QE3。啊，而且无限制的呢，啊，即摆伊若印出来的时阵，就甲中国讲，啊，叫他来买，配额，你爱买偌济？你讲中国有遐戆吗？中国讲我为什么要买？你欠我遐侪钱，佫叫我家买公债，啊，你买买，我紧我家买，啊，买，但既然讲中国是完不对的，啊，来，我买，为什么？你较想望较快哦，啊，你讲你要家己买，家己印钞票来买啊。啊！若印钞票印的啊呐，贬值啊！所以你讲美国欠中国足侪钱的啊！美国现在经济不景气，我问你，
你敢看看讲美国的美金即马贬值，敢有？全世界人讲迄个货币危机的时阵啊，迄个国家的货币马上贬值，贬得一塌糊涂。唯独美金未贬，你袂感觉很奇怪吗？啊，所以我问你，美国的经济会不好吗？最美啊！你敢看这个台湾？你小想嘛？讲台湾，即马人民票一直走去台湾来，甲你买这买东买西，有人你惊？哦，甲你买饭店啊，甲你买啥啦？什么叫买去啦？我讲不要去。你足简单嘞，我讲一个例给你听。日本迄当阵，足好个时阵，迄泡沫日币的泡沫危机的以前，伊去美国到处买美国的迄个饭店，啥物饭店拢叫买去。美国包括迄个帝国大厦嘛叫买去，有无？有啊买去。啊，即马啥嘞？美国安怎讲？很简单嘛，改变政策就解决了。所以中国来买，我赞成，好买。咱坐钱来，先甲开价，后摆台湾政府执政，改变一个法律，就变咱的呀。我自从安全部咧吼，从中国开始摆来买咧。所以我感觉伊特意甲我看的。我见啊，啊，就算讲买换迄个日币，人民币有啊，有个人佫看着，秘书长，我来去迄个人民币吼，来比较迄个利息较悬。啊，你晓讲没？伊用2%、3%，互你较悬，啊，是甲贬值落就无去啊。唔通啦，甲讲，中国买金就对啦，上好买黄金啦。我讲哦，真正买黄金的现主持介绍吼，我去年、前年我就一直甲大家讲，你若讲买避险哦，买黄金。很出奇，黄金的迄个价格哈，但以实际上的价格啊，它都差多少？人民币较悬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即马很出奇，这个黄金哦是苏联有在控制，哦，啊甲南非有在控制，南非迄个非洲有在控制，因为因外汇迄个金价涨得太高，所以呢，南非避险，你讲避险，你唔是讲钱用足济啊，南非避险。啊！你中国伊要避险，伊要从啥？伊去买航空母舰，2000万就变成航空母舰啦。啊！只航空母舰买来吼，全世界所有11个国家有航空母舰的国家，敢有一个国家的航空母舰顶管无飞机？中国。啊！像航空母舰顶管，啊，航空母舰要创啥？你买航空母舰要创啥？主要是啥？爱再用飞机再甲恁家的头前，啊，甲你飞机飞落，啊，甲你轰炸。那是航空母舰的用途啊，啊，中国航空母舰没有飞机，你看嘛，轻的，好漂亮，你看水的，我按下看烟啊，专机的航空母舰哦，无人穿啊，穿无人穿啊呢，是啊，因为这架航空母舰哦，要卖出的时阵哦，是要做海上旅馆。所以要做海上旅馆，要搞的时阵哦，伊上内底眼睛哦，拢总破坏，甲炸掉。炸掉以后，即摆驶来到这个中国，经过台湾，驶来到中国的大连的时阵哦，伊才开始落去倒呐，倒伊的迄个引擎。啊，你看，哦，你有看吼？哦，啊，这是国家好。这个也做。中国的海军哦，拢去披衫啊！哎、欸，这不是咱家己做，伊家己创的。有你披衫有啊？无所谓，有影都对啊。啊，做兵啊，衫无穿伫头，看安尼较唔好啊。囥喺裤脚内。啊，人美国机关去研究完咧，较有科技啦。我甲你讲，实际上美国甲中国科技差太远。未见啦，啊，真正要见面嘞，但是呢，中国可能是较越南、甲菲律宾小规模战争，但这小规模的战争哦，美国徛伫后壁，会较爽。啊，那美国伫后壁，美国即摆拢后壁，美国含咱嘛是安尼，叫咱着爱去开记者会，啊，无咱无遐巧嘞，咱三个人无几个巧嘞，包括我嘛无巧嘞。安怎讲呢？因为咱行到遐，伊若无甲你指示讲，下日端安怎，咱嘛毋知影。四百年来，台湾毋捌建立家己的政权啊！
对吧？咱即马行台湾民主，我即马台湾民主，我知影。中央伊是甲咱讲，会当变做台湾政府，我嘛惊一条咧，我嘛甲研究。哦，台湾民政府的顶头上司是啥？美国军事政府。啊，台湾政府的顶头上司是啥？唔对，我调清楚哦，调清楚是日本总督府，台湾总督府。台湾总督府就是台湾政府，所以顶头上司是日本天皇。但日本天皇即马袂当讲话，啊袂当讲话，咱就爱安那，咱可以讲话。啊，咱可以讲话，当然爱，咱会讲一寡对咱较有利的。日本天皇无讲，咱甲讲了，我爱日本天皇同意啊。做伊卖讲，我甲你讲。国际上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米，日本天皇叫伊讲，你这点点袂当讲话，啊，关于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，啊，咱已经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啊，啊，即摆交予咱，后摆咱要做啥？哦，天皇的诏书，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这个去年甲前年去日本的皇宫，甲满载满载甲欢呼啊吼。啊！伊人，咱是，我讲，你向来较向，我袂当找伊，原因，因为我无护照啦，我没有护照，我没有中华民国护照，因为我是中华民国的人啊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袂当甲我出分嘛。我无承认我是你的人啊，啊，你甲出分啊？我毋是恁家的人，你甲出分？你敢会当恁家隔壁的人，你敢甲出分恁家隔壁无？会使无？袂使嘛。你家己囡仔叫来拍会使，那是你的囡仔，当然嘛袂使啦。但是呢？叫别人的囡仔、隔壁的囡仔，甲叫来，拢甲扒入去噻。所以我唔是你中华民国人，你袂当甲处分啦。所以呢，我咧讲的时阵，你个嘛真欢喜，吼，好，咱叫一个这里巧的吼，而且吼，按一步一步来做。咱怎报到我顶落去？四月初二，所以你下日怎啊转的？会当臭皮针啊？再过几啊天啊吼，明仔就拜一嘛，再过臭皮一天甲两天啊。我算一下吼，明仔载的处于西部，会定一个要叫阿扁的哦，有可能。你算一下，你讲吼，你共张人做梦先着。安尼才好。我甲伊，我先来头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下吼，伊今日敢讲，明仔载开始。台湾政府会来救阿扁啊！我做梦想到的。所以我哪想讲吼，咱台湾政府要从中华民国变好变吼，足简单。咱免讲一年吼，去示威啦，去游行啦，啊，还佫做宣啦，免。你拢伫恁家就好啊，打电话就好啊，足简单的啦。啊，有简单无？有。啊，你有欢喜无？有。简单嘛。所以呢，你来遮受训，啊，得到遮常识，报纸你也要看，啊，代志要安怎做，台湾民众要安怎进行，你拢知影。但是我跟伊讲啊，每礼拜拜一到拜四，我拢会是这个所有人的手吼，我去演讲，与秘书长有约啊。啊，你的香港，你的手机会接到迄个简讯，我来甲你讲吼，啊，我当时会到。按照时间哦，你来，但是我无希望你来，你应该叫你的朋友。朋友，你甲你讲哦，哦，迄危险哦，迄安怎，迄个人叫伊来上好。听安尼，我甲你保证用杯来，我甲你讲，你开始走。足侪拢是安尼嘛，咱食中嘛是有啊，有安尼来，敢是？啊啦，有安请你食酒。是啊，我讲无对嘛。因为咱伫遐咧演讲的时阵，咱讲的是法理啊，啊啦，较巧听有啊。退的其实无偌济啦，主要是暂时退尔啦。啊，其实哦，拢听有啦，足明显的嘛。中华民国你安怎做，足明显的嘛。所以哦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讲真真正正，你像讲赖世儒也好啦吼，啊，民进党这啦，为什么他们死不悔改？伊有钱好赚啊，做一个议员遐好赚。我甲你讲哦，后摆民进党迄个议员的薪水500块尔。因为是爱有迄个地方的士绅，人伫美国嘛安尼呢，美国的县议员薪水500块尔呢。你要做议员就是变啊，要服务啊，要整政策啊，那叫毋是啊，做议员啊，炒地皮啦，打拢要拢贪污啦，讲
这种鱼丸咱要煮啥？面啊，啊哪个面啊？所以初期我们不会选。咱有一个参议员，一个众议员。参议员中央指定，众议员呢一半中央指定，一半开放给台湾人选举，这是美国交代。因为你台湾人足爱选的啦，我来开放你选。但是呢，后摆选举甲即摆选举无共款咯。选举的人真简单，来，候选人拢来，到底饭店，到底水月园啦，你敢甲我出去？你有啥物证件？你讲，我替你写公布。上电视，你来讲，一人两分钟、三分钟，互你讲。啊，不可以有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条仔卡，条仔卡拢是要买票的啊，就不要条仔卡。啊，那安尼，选举有渐渐、渐渐公平啊。啊，薪水500，我反正无人要选的。真侪500，我无人要选。但真真正正，对社会有贴心的人，伊会出来选。咱就爱会讲，啊，即摆毋是啊，即摆拢是乌道的，拢乌道的，差不多啦，议员啊，差不多一半以上拢黑道，黑道来做议员，社会变哪会好？所以这是种社会层面啦。啊，中国呢，中国敢若伫边啊，甲咱吓，但是中国开始改变啦，我甲你讲哦，伊安怎改变？伊呾台湾甲中国已经遮关系无无去啊。最近的报道，美国讲出来讲，你中国出来替钓鱼台讲话是不对的。你中国有啥物权利来讲钓鱼台的？权利中国不是你的嘛？啊，伊嘛不是哦，伊中国替台湾，所以台湾中华民国讲的也不对的。所以比如讲，哎，啊，中华民国来碾灭到，中华民国这中国国民党这的人，伊有两条路好难行。第一，离开台湾，去台去金门马祖。金门妈祖不是咱的啊，我先跟你讲啊，这是因的哦。啊，即马有人讲啊，我要去金门妈祖，我要登中国赛。啊，中国讲，小蛋小蛋，你唔通甲我拍白头，因为你即马好在台湾在因所谓的反动分子啊，一日去吼，也感觉个差东差西啊。来，拢集合集合集合，都平坦，是平坦啊。平坦啊，本来是无人的，所以即马用咱的钱去甲去，去做几大人。后摆要去中国做生意，伊讲人人拢集合在平潭，所以后摆伊就爱去平潭。所以呢，不管你是要去还是不爱去，咱现准是伫台湾这个土地顶，你遐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我拢甲你以中国人打扮，你是中国人。你无啦，我是台湾人，我爸爸台湾人，我妈妈台湾人，所以我台湾人，歹势你证明我看。伊遐讲你有迄份。台湾公民权利法案里面，台湾政府所发行的台湾身份证，啊，若无，我拢一直把你当作中国人打扮。啊，有你无？有。所以吼，你讲你去讲讲来申请哦，无遐困难啦。无爱就无爱，你若无爱，你就卖后悔啦。你敢讲讲一句话就好，你后摆卖后悔，甲讲一句话就好啊。啊，若较巧的，甲问问，我为什么会后悔？一块正台币换一块美金，本土台湾人，你一块新台币，我一块的正台币换给你。中国人400,000换一块。啊，有人讲吼，安尼会乱啊咪？我甲你保证，绝对袂乱。足简单嘞，我有鞭刑伺候。啥物人乱，先去拍人再来讲。我来甲讲理由。1949年6月15的时阵，你中华民国印一块的新台币，你敢换40,000的旧台币？这侪年啊，我只不过是利息钱甲剩下来的剩多转来尔尔。啊，敢无你？我要换转来，我的台币，我的这个旧台币，我变成正台币嘛，所以40,000换一块嘛。啊！你既然你无身份证，你是中国人嘛？你表示迄当阵你以中国人的身份甲我换去，我当然我才讨得转来。啊，佮无你，啊会变啊会乱嘛？袂乱呐，我甲你保证。啊，若要乱，就简单，你去去个派出所两下鞭刑，叫来乱。后面，拜是军事统治呢，军政府呢，所以后面都有甲你讲过啊，军政。
训政要叫啥？宪政。啊，咱即摆是军政呢，一头就开始啊。咱哪有宪政？中华民国宪法不是我们的宪法。啊，咱老百姓那创些基本法，我们不会有宪法，我们会有基本法。啊，我们的基本法定义啥？就是明治宪法为修改，修改做台湾的基本法。人家美国拢搞搞搞搞，改拢办甲好好势好势，一代。所以讲，会当放心，放心做一个快乐乐乐的本土台湾人。所以呢，咱大家人的啊，结结头拢爱担心正义，因为大家人有受过训，大家拢知影。我无叫你去革命，我无叫你夹刀夹枪，我干呐讲拜托你用你的嘴去甲讲，安尼尔。啊，歹听，歹甲伊讲，换一个。哦，啊，明仔载后日呢报纸，诶，迄电报才爱钱呢，电报才爱钱，你知不知？知无？我吼拢敢若唔知影呢，知哦，爱钱哦，咩啊？啊，你有出钱无？好无？有出，请你夹枪。啊，无会请你家去，啊好，呀，我无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为找找，我嘛唔知影为找找，啊，我知影，国民党替替咱争啊。所以我讲哦，你爱用头脑去想啊，咱哪有法度去争？咱无争，无钱好争啊，但是就自然就会走出来，这是心想事成。有啊，哎，四月初三，因为本来联合报、中国时报歪经啦，啊，比如讲吼，我着你去记者，你台湾不是蓝绿呢，你是台湾军呢，啊，人遐蓝军嘛是你台湾军呢，啊，你为什么不登联合报？啊，想想有理呢，联合报哎，啊，迄个叫自由时报，啊，所以有一寡联合报因遐忠实的读者，甲中国时报拢甲我讲的，奇怪呢。我们人家不会偷鸡去取笑呢，这个好你顶天呢。我们并不是取笑啦，有压力啦，不是钱啊，压力啦。新闻局天天讲，不可能啦，拜托。没啦，那个你看就知影啦，简单的嘛。好大，你卖假电话卖啊，对不对？所以。敢无可能啊！我是天日头摆伊要甲坐落。我甲你讲，你讲无对。哎，对，有一次啦吼，有一摆吼，中国时报的吼，啊就咱的台湾看的，我买了中国时报，但你就报到无呢？啊，我来甲问吼，我哎，我为什么没有？啊，伊讲伊唔知，哎，是个别行为。啊，我想想啊，你若安尼吼，我甲剪头摆，你给我剪一条看卖，啊，就剪头摆。中国时报，啊，然后无拢剪头发，我你有看过无？对啊，啊，你剪头发无你甲剪掉，你敢报到台无去？无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啊，是无咱的法，咱尽管咱的后头足起来啦，拍手一个。所以中国人以前主席甲美国的这个对峙来讲。咱即摆台湾爱开始学讲，咱伫国际上，咱要爱安怎样？咱台湾政府现主席伫美国华盛顿 DC 有办公室，为2010年七月初时设立到今日，这办公室都不止。啊，现在有个人嘛，你讲咧，讲啊，你办公室，拢无人，内底拢安怎嘛？我足奇怪，都明明咱有代表伫遐，啊，就用网络甲你播哦，各位。恰帮咯，我拢观察伊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咱确确实有代表伫内底，啊，这个代表伫内底，有人嘛去甲你看啊，哦，你的代表哦，代表组足清气啊，足水的，无唔对啊，是安怎讲？因为咱这个代表会遐开足侪钱的，你敢知影？迄种钱呢，是美国呢，莫讲他一个办公室就好，爱开偌侪钱，恁看遐侪钱，啥物人替咱存股啊？有无？拢无嘞。啊，那咱那有法多伫遐种活遐久，啊活遐久，搁活紧哦。美国迄个单位啊，叫咱迄个大赛啊，叫
台湾 ambassador 呢，台湾大使呢。政府中，美国敢有叫伊台湾 ambassador 无呢？吴钊燮是迄个民进党的迄个代表，敢有改叫台湾 ambassador 无呢？咱去国务院的时阵，甲副国务卿见面，拢袂离开呢。咱讲，但是要甲伊见面，伊就咱就是甲伊见面呢。今天副国务卿官员和金虎聪和吴钊燮到见面没有呢？都无呢？所以因遐叫大臣要创啥，我就想无呢。所以今日人拢见面着，咱毋是呢？咱要去见啥，咱就见啥。国会参议员要去见啥就见啥，众议员要见啥，咱就见啥。咱是法治啊，咱是法治，咱对啊。所以咱四月二五要去开记者会，四月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，咱嘛要去拜访国会、甲国会。安尼无足够的吗？安尼足够的呢？安够啥人够？啊，过去党外上是拼规波，还是拼规过去？因为法律唔对，无人要甲你讲。我就是讲奇怪，因讲哦奇怪，安尼，敢若要找你台湾民政府甲台湾政府讲话，啊，我来找我，我足简单嘛。你法理不对，美国人坐落，甲你先冤家，啊，要讲啥都我都讲啊。所以法理啊，所以我常咧讲哦，咱是说出来，你毋知有注意无？咱这个看法，咱常咧讲的，本来是法理学院，这个法理自治学院，有无？哎，自治的话，咱解决。我们暂时要拿掉，因为我们要得到日本天皇允许一样，我们才能自治学。一切拢叫法定来，一波一波一波。所以呢，如来台湾的地位如前做，所以对咱大家人做来讲，所以我每一摆人家与秘书长有约的时候，你若接到通知，我希望你拢爱来，啊，不是干那你来，爱叫你朋友做来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啊，你有？接受我的拜託有無？有，好不好？好，各位議員，我的報告聽我先來講，替我騙聽我先來講。因為齁，你這個圖，你這個福音嘛，這個福音要聽的不知道啊。我在台灣齁，不管現在還不錯，但現在新聞上一萬人，好不容易。希望我在那邊老公我就宣布兩萬，那就四萬、八萬。我估计哦，可能有恁家四十几万人进团体啊。我估，啊，美国我看伊嘛，拢要冻袂住。你万一去这边速度愈来愈快，啊，我嘛听常咧讲咧，你若叫咱变成台湾政府、台湾民政府，台湾政府以后哦，免偌久，我甲你讲，咱这个所在这大门哦，我们会有人要求政治庇护。美国已经甲你讲。有的人我要给中华民国管啊，是被中华民国给破坏啊，啊，全招来咱家。我要求政治庇护，咱这个所在是台湾政府的。中华民国警察唔敢入来呢，有奇怪无？谁那边唔敢入来？咱是台湾政府呢，你是中华民国政府呢，无敢讲呢，对啦，水啦。伊要入来，我你唔相信？你是？遐个无看，你本来是遮个看，遐警察是锁过，搁锁过来，从来没有进来过。所以呢，中华民国伊嘛家己知影，你若会晓，你若有遐 GPS 哦，你来遮定位，是袂？唔是伫遮呢，咱是直接真骗你，伫高速公路呢。另外有分呢，为什么？美国在保护我们。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那个直升机场？那有人政治体会时，那个人中华民国就被冲了，跑不一点啊。那边个在下面啊，还有飞机啊。所以比如讲盖直升机场，但是直升机场咱起好啊，咱搞比如讲我们盖好了，美国在哪里？我们在天上有看到，可是你没有装灯啊。咱叫伊讲，干呐问一下 HL 解决啦，无解决啦。原来吼，这个边啊，四块钱啊，啊装灯啊，我叫买就买。讲哎，啊外口看你卖，无咧。外口我咧卖迄直升机彩灯咧。阿妹啊，
我当买无你卖啊，咱已经甲美国买好啊，啊嘛送你咱遮，是还袂甲到。啊，咱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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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，拢总照法律行，啊照一般国际上去行。所以四月二号，咱伫美国宣布以后，我们会步入国际社会。我们如果步入国际社会，我们用的名字就是台湾，再也不是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、中国台北。你看，那么厉害吗？这么厉害！你大家听听哦，我也很佩服我自己。不过哈，那我今年嘛真多，哦。当然有的人是感觉讲吼，有的人是讲，啊，阮咱拍拼台湾，拍拼四五十年的，啊，你拄啊才过无几年就变叫阮头壳顶，我懂的，没有办法，迫不得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只能这个大浪就把它杀掉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英雄啊，真正的英雄是在做贡献的，你若无坐伫遮。我也没有用啊！讲伊坐伫这个所在，因为恁就是时势所造成的英雄，恁就是大脑。恁今日以后，恁有一张毕业证书，恁就大脑，你知不知？大家拢大脑呢？这少年在小学的话，你嘛大脑呢？你小学就来嘛，对不对？大脑。以后吼、哦，外口看人爱甲惊你嘞。后壁迄期的吼、哦，十三期的看你要大了你哈。你学姐呢，变成学姐呢。即摆只大拢只，哎嘛后摆嘛爱用一个学姐学长制呢，对不对？先修分呢，革命先行者嘛，对不对？革命先行者，你讲我就是管你讲钱，我是讲实在，因为。恁伫这个所在，谁人爱爱甲你翕相，爱甲你做资料，反正伫遮。啊，讲到这个所在，小等下呢，十一点五十，要先来翕相啦。因为我惊讲哦，那个，所以11:50哦，高雄机会先来翕翕，高雄机会翕煞，那时间了，高雄州甲台中州先啦，高雄州啊，过来台中州，过来高山，过来就是其他的州。和平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哦，所以大家开始较紧了嘿。唔通讲翕无着哈，翕无太，你来你受训受微波，叫讲你翕无着。你翕无着，换换紧，十三台再过来。来翕相啦。啊，稍等下吼，稍等下，你遐做开始，啊，再一只抱着翕相吼，啊，就慢慢来食饭。安尼时阵就袂挂到厉害。哦，安尼下坠，你这个就较简单。所以这简单翕相吼，安尼也好啦吼。报告来讲，这边台湾地位，1895年4月17号《马关条约》，《马关条约》内底足清楚，大清的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两个人所签的，台湾的周边群岛加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。会记得，这个所在是国民党用迄个一个啊，用迄个啥，用欺骗，伊讲日本跟中国合作。马关条约不对，是天皇对天皇，这个土地是属日本天皇的。所以日本天皇的以后呢，你都要甲看，这个古过来就是甲旧金山和平条，旧金山和平条1952年的，这个叫4月28号生效。生效的时候呢，第一条是 Japan renounces 日本放弃全部的啊这个权利啊名义跟这个主张，对这个台湾福尔摩沙。所以呢。因为有这点的关系哦，你甲看吼、哦，啥物人是这个吉田茂，那个游戏党吼，吉田茂这个人吼、哦，我感觉伊头脑不错，啊、哦，他头脑不错。啊，另外那边那是那个杜勒斯，你讲咱台湾伫那个马关条约是啥物人签的？马关条约签马关条约人是啥？杜勒斯，这个杜勒斯的爷阿公，这个杜勒斯爷阿公写。伊当哦，拢伫研究战争法，非常有名。因为讲战争就无简单，不是讲读书毕业你就要做啥战争法，没有办法。
下面没有办法。所以你看哈，杜勒斯呢，伊要写这个做《旧金和平条约》啊，伊全世界强的国家，一个一个国家拢甲拜。啊，拜完以后呢，伊才写这个《旧金和平条约》。谁嘛台湾这个土地无够中华民国？因为当时伫1943年的12月时阵啊，迄、那个开罗宣言，开罗宣言本来是讲吼，要从台湾要交予中华民国，因为开罗宣言签的迄个时阵，讲的迄个台湾这一块程度还是日本的殖民地，一直到1945年4月1号，日本天皇诏书以后，这个土地性质才变成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。所以你1943年12月迄个时阵，还很有可能去挂号迄个做中国，好加载。所以哦，日本天皇救着咱，啊，若无咱惊土葬，啊，若无救着咱哦，咱真正惊这个台湾，啊，好加载。有这个日本天皇，这个天皇的招数，我来讲，啊，都战争要结束，一个四股挂号签的到有效。绝对有效。这个证明讲啥物？跟你结婚同款嘛。你今日结婚，今日登记，开始就你的太太还是你的先生嘛。你袂当讲，啊，都咱才结婚一天尔，啊，我今日感觉，啊，两个冤家，啊，我讲，啊，那无效，啊，有效无？有。确实有效。冤家安尼无效，啊，无冤家有效。有效啊，就是讲，你若结婚，叫你结婚登记啊。那个就有效，不管是几天啊，一点钟也同款。登记落去，一点钟以后，就是你的太太还是你的先生啊。你讲讲随时都要取消，这款代志有简单，甲这个旧金和平一样，日本天皇的诏书也是同款啊。因为这诏书内底的参政权甲参政权，予咱台湾这个土地性质规个改变。啊，改变以后，这个土地就是。分田我们神圣不可分割的，啊，所以因为1943年的时候，那个是殖民地，啊，1952年已经变了，所以台湾这个土地无法度挂念住，更何况被美国抓着一个小辫子，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，韩战爆发的时候，毛泽东派军志愿军入去朝鲜，啊，所以美国在联合国1950年才提出控诉。讲中国啊，这侵略入侵朝鲜，联合国表决通过，这是证据啊！你当时签那个开罗宣言的时候，你敢讲我中华民国，我们不会去侵略其他的国家啊？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号来取代的中华民国，啊，以1950年6月25号入侵韩国。已经破坏了宣言，朝鲜那天开罗宣言，经过的法律非常的清楚，不是讲有签字无签字啦，有没有签字都无所谓。外国人的握手就尊称，握手算，不是讲在签字，握手就算，那诺言就已经存在，所以真简单。这个法律你若拢写清楚，你就知这块土地是100%是日本天皇的土地。所以2010年7月4号，咱去9月8开酒会时阵，美国正式的官方上咱领着两张图，你的作品你两张你拢看到。这两张图上好咱，拢不爱跟你讲话哦，他都不讲话，一句话不讲。你拿回去给秘书长，他就知道。咱讲就是这样。台湾这个土地的主权就是上，你要看一张图有无？啊，有人奇怪，迄张图都啊叫啥？啊，都上迄两只天鹅的啊！无看到人嘛？是不是？啊，有人真正哦，美国人讲，台湾的主权属于那两只天鹅，是上。天鹅搁较贵，迄间厝啦，迄间厝住伫迄间厝迄个人啦，饭店，迄啥啦，皇宫啦，皇宫的厝主啦，日本天皇啦，
啊，美国人有效无？咱去研究吼，咱有咱会怀疑讲，诶、欸，我这研究安对无？伊也歹甲你讲对，歹甲你讲唔对，我著送你道理来去看。所以美国吼，伊常在咧在咧讲啦，啊，你若唔对啊，伊会都甲你甲你暗示。即、這个，哦，安尼讲过啊，哎，只只都无见咧。知道啊。啊，台湾人食了了啊。二重墙哈，这是二重墙，日本的皇宫的二重墙。啊，住伫内底是日本的迄个叫做天龙城看的所在。最近大拢真侪人做完无想的讲，因为咱日本人来想，哈，日本天龙还佫有台湾，不是啊，啊，阮台湾人民是日本天龙的臣民，臣民，臣民吼，因为明治线嘛还存在。我就甲问啊，啊恁日本人是日本天皇啥物？上归国国民国民，啊所以我定定甲伊讲哦，咱2006年十月二是过美国有个结论，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我已经上课有几啊摆上课有国语个无讲啦吼，所以我甲伊讲，你过去摆个物件，日本天皇国籍是啥物？莫讲，日本天皇国籍是日本籍个家酒，日本国籍，美国国籍。无国籍，无国籍，无国籍。为什么日本天皇无国籍？他没有效忠的对象啊。英国女王也没有国籍啊。啊，所以日本天皇的子嘛无国籍，除非伊嫁予日本人，因为嫁给日本人，所以才得到日本国籍。我昨日甲伊讲的。有国籍甲无国籍的人结婚就是有国籍，啊有国籍甲无国籍的人结婚有国籍，啊、哦，所以中国人甲台湾人结婚中国籍，啊有惊着嘞？哎呀，阮兜拢足侪拢娶中国某，还是嫁予中国翁安尼，啊变成中国人，除非他可以申请我们的身份证，利用我们身份证的时候，也当先以台湾取得居留。6年以后，他变作来台湾。这厉害呢，这真厉害呢！我跟你讲，你唔通看这，你发到厉害呢。有国籍，到有国籍，这人有国籍。啊，无国籍，到无国籍，无国籍。啊，有国籍，到无国籍，叫有国籍。这足简单嘞。所以台湾啊，三个乌皮布啦，乌皮国一场啦。所以咱以这个中华民国嘛，足夭寿的。台湾人去共带越南人啊，越南人啊。啊，即摆要来的时阵哦，你家讲甲越南讲哦，啊，你要放弃国籍，啊，伊去台湾要给伊国籍，啊，中华民国给伊国籍，啊，中华民国就假的啊，就无啊，啊，结果伊去放弃，放弃了后，即摆改了吼，过几年啊好，离婚的时阵啊，害啦，这查某袂当转去啊，国籍放弃了去啊，啊，你中华民国无国籍，啊，你看忝无？所以这中华民国害人害足多。所以呢，咱即马若变做即个做台湾政府的时候呢，我估计啦，也许很快这几年马上会发生嘛，冲到里面来，我要求政治平衡。啊，所以，做肉夹的，若要嫁人，还注意哦，妈妈哦，即款妈妈是妈。好好啦，啊，无结婚啊，啊，有真正结婚无？哦，那好啦，安尼就啊，反正安尼就结婚啦，不是无公证的，无。好啦，唔能无公证，嘿，你别考入入迄个另外一回事啦。结婚就已经有啊，但是伊结婚伊个囡仔是中国人，啊伊住十几年啊，好啦，我知啦，是中国人啊，中国人啊，都有，我问你啦，因为十几年啊吼，那依照咱的这个公民权益法啊，他伊若讲有加入咱啊，有申请，很快的时间他会变成台湾人。你卖，你卖问伊，你卖问，你卖拢你滴着。
地方哦，国籍的问题哦，要合乎三个条件：第一，要自愿；第二，要意愿；第三个要合法。国际上的规定啊，所以不是讲你变变成什么籍的什么籍的 ，no， 要符合这三个条件。所以，那如果这番情形哦，你可以你也让给伊申请那个身份证。我知影，台湾该先取居留权呐、啊，那个台湾政府的居留权呐、啊，啊六年以后啊，啊伊呐都无讲咱台湾人的歹呢，无对你无礼貌吼，伊就退出台湾。啊，就厉害厉害，就拍手先，放拍手。厉害，太好了，啊友好就会变台湾人，啊好你也听无？台湾人无国籍嘛，台湾人无国籍嘛，啊有有国籍嘛，中国人有国籍嘛，有国籍跟无国籍的结婚是有国籍嘛？啊，但你这个国籍，你把后摆变成咱台湾人会有国籍，但是大日本国籍，大日本国籍爱什么时阵有？就是日本天皇任命总督，他只要任命总督一任命，那一刻开始，台湾人立刻恢复大日本国国籍。安听有无？足深的呢，真足深的呢。好、哦，我讲一摆，日本天皇任命台湾总督府内底总督，一任命书一到，台湾人全体台湾人马上大日本国国籍，你知影咱就有国籍嘞。啊，你有国籍的时阵，最理想你变哪独立啊？安听有无？所以美国甲你讲。独立代表战争，台独代表战争，是安尼来的啦。台湾不可以公投，主权问题不能公投，因为台湾有两种人，台湾人甲中国人嘛，当然不能公投。所以你以前拢搞不清楚啦，奇怪，民主国家啊，甲当这当那，咱是照法律来。啊，有清楚无？有。还佫讲一摆面。大日本国，我跟你讲哈、哦，大日本国事实上，伊迄总督府几年以后，还变成台湾总督，台湾总督府就是等于台湾政府，所以美国跟你讲，利用台湾政府开始运作，我就知伊的意思，伊的意思讲，很快会有台湾总督府。啊，台湾总督府一任命总督出来，那、啊、这个台湾总督府里面的总督不一定是日本人，啊，那是日本人呢、啊，不一定是台湾人，他也许会找一个人来任命，啊，即摆伊可能有某个人意见啊，看不顺眼，啊，那就指定指派者，叫中立的指派者啊，不然咱来出现，来做，即个做总督，啊，总督呢这边咱台湾人马上有。大日本国的国籍，够清楚无？啊，足清楚对不对？有国籍甲无国籍的人，安那变，这种一定的啦，这种我做法来建议说，你未当用你的感情去讲啊。所以现准是咱即摆咧受训，我咧讲咧讲遮。今日讲到迄个上较重要的部分，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甲这个叫做。马关条约，这个、中间阁发生啥？台北条约。台北条约是1952年4月28号签的，1952年8月5号生效。这生效内底有甲咱讲，日本政府将咱这台湾人视同眼睛，目睭去看，视同电子，视同目睭看，视同中华民国国籍。但这个条约落摆是1971年。日本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，这个条约叫废除。啊，废除，台湾人马上国回复做没有国籍。啊，所以美国话你说讲台湾人无国籍。哎、欸，你若来上课，大家咱家己本身是知影的，所以讲你一定爱看这个册。哦，你非要。
讲的是不够这个情形下，咱是比较就属于内战。对，还在美国军事占领，美战到今天没有结束，美国总统没有宣布撤销这个占领，他的军事占领，美国不爱讲啥，足要足惊讲咱甲要求这要求那个，伊怎甲你占领的时阵吼，伊要求中华民国买武器，用一个台湾关系法，台湾关系法450个员工的 AIT， 即马存40个，意思啥？这个台湾关系会存在，但是甲掉了。因为伊只要金门马祖存在，伊就永远会有效。但是呢，依咱来讲，我们不要这个东西。但是台湾关系法有450个，减到剩40个。所以台湾人无国籍成员的政府，但是即摆呢，咱即个台湾政府伫4月25开记者会以后，咱就要求全世界各国你要承认我们。我相信比美国会带头承认，啊，美国来带头，美国会甲其他国家，你要承认，你要承认，他们起来。你带头啊，你准备好未？那阿平准备好未？你知影咱国际放到即摆阿平2000个，你知影呐？高级放到即摆阿平2000个，12期，哇，那是高从高中班啊，国际放到12届啊。本来迄个初级班哦，哎，高级班拢啊，七班拢啊，七八十个，六七十个，啊是连续这两期来哦，好加到拢啊300几个，好加在，安尼看后摆迄期哦，过来哦，后礼拜是啊做53期的啦，啊搁当一礼拜是54期，即摆两期的初级班就一期的高级班。两期的初级班就一期的高级班，大家来斗三工帮忙啦，好唔好啊？你若要当前晚吼，都爱较紧的介绍较济人。我伫遐咧困嘛，困到足艰苦。我伫遐咧困，我讲食袂好呢。我若互你先食，我最后食饭的呢。我袂讲先了，绝对袂先食。我伫遐每一日拢有饭啊，食我就去食。所以吼，希望讲大家人一定爱帮忙。速度较紧，大家我爱台湾，爱台湾，爱规波，啊不爱介绍啦，啊不爱互人来收分。啊，四点名我著往我来大声甲你讲啊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李政权交回来。啊，即摆记者会开咧，速度够较紧。所以遐不爱相信咧，即摆渐渐会愈来愈相信。这个拜登吼，拜登明天啦吼，明天晚上7点到9点，新店州的迄个做桃园的办事处成立。与秘书长有约，伫迄个乌山，恁去咱去看网络吼，你们去看看网络啊，万寿路，哎，啊，二段呀，二段，355号，恁若有朋友吼，伫这桃园地区吼，明仔载叫伊来参加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再说一声。这是明啊，礼拜二，我要伫嘉义。7点到9点，迄个体育馆的头前。啊，礼拜三呢，我要伫这个叫做高雄。礼拜四要伫台南，啊，是我这礼拜的时间。哦，啊，让高雄人知影。礼拜二有啊，礼拜二伫这个嘉义啦，台中还袂排到啦，吓啦，台中是别人啦，你去看网络啦，拢有。过来，你已经没有办法改变。啊，你既然你是台湾人，什么人要甲你改变也不可能。所以美国讲一句话，伊在你讲，中国，甲这个中华民国，你们任何一方不能够任意改变哦台湾的地位。台湾地位是这么清楚啊。台湾人到今日，还阁无你相信伊家己地位，家己要想讲，伊要爱的法条才写出来，未使。国际法就是国际法，这外当然可以讲，我非常有100%，不是99%，100%的自信。我们台湾政府一定成功，一定会起来。
你总不能当一个单身大佬吧？好，拜公，你介绍人好不？阿丽姐，我不要那个单身大佬啊！你想我爱两个、三个，够够对？对不对？我无甲你叫你叫十个呢，叫十个你拢无定，你叫袂着啊！你想我爱叫几个啊？但爱叫较优秀的哈，爱叫较少年的哈。当然，你说年纪大不好来，我嘛年纪大，我先请你，我年纪大，叫一寡少年。台湾后摆还靠这少年来变，这少年去六十八年到已经土了土了来讲，卖讲土了，我家己孙啊嘛是同款，要读台大法律系，我若见过伊拢见到，台大法律系呢，啊台大我一个是台大迄个啥资讯，我若见甲靠台湾历史见到，就奇怪呢，阿爸伊讲的甲阮课本内拢无同款。你不相信？你即摆转去，你去你的囡仔考试看卖，拢讲你讲的甲因讲的拢无同款，这是足可怜。但是我这无我的囡仔，我的孙啊，是甲我讲吼，台湾是日本人来轰炸，不会。但是外口出去，你不相信哦？你转去试看卖，什么人轰炸台湾？哦，有你知影嘛？我知影，你若转去，你去试看卖。但无一大堆，甲你讲是讲我实在，有啊？你捌问迄个朋友讲日本轰炸台湾，你惊手？日本轰炸台湾，啊无会惊手？啊，你讲啦，无问啦，你去问看卖啊。因老母嘛是日本人，啊日本来轰炸，你啊看，即讲吼，我国民党教育是成功的，我袂骗。遐国民党的教育吼，足成功的，非常成功的。所以你台湾人，你也想啊，你台你是咱这种的台湾人，全世界免咱看咱脸皮，无人看咱脸皮啦，真正无人看咱脸皮。我想你若无来上课以前哦，可能有真少部分哦，嘛是安尼想。因为所以这点呢非常严肃。当然啦，你经过这两期的上课以后，你的读到，所以我跟我来讲嘛，你的平话嘛就无同款，因为你吃亏的。我是讲实在，我不是开玩笑。你很丢，你有自信没有错？你有自信。后摆你有没？就是讲惊遐中国人。好，我今麦拢气质改变了。哦，气质改变。哈哈哈哈哈。必须变国语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希望讲哦，我有希望影响人哦，让你的气质改变。气质要改变哦，爱三代影响人。我从细汉从阮老爸上面教，因为我细汉那时候足规矩的，阮老爸讲哦。你要气质爱改变哦，爱经过三代才往改变。暴发户的囡仔无气质，无会变。真的要经过三代的熏陶，阿你啊，迄个气质才会改变。各位，我无啥时间啊，开始讲。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后吼，后尾啊才发生的这代志。因为是1949年十二月初三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台湾。来台湾以后，伊就正式向全世界宣布讲，以后伊的名叫做 Chinese Taipei。但迄个时阵哦，因为伊伫迄个北京恐怖的内底，咱台湾人唔敢讲伊是流亡政府。哦，啊伊就交往开始，啊，佫一挂学者，迄狗腿的学者。哦 ，Chinese 就是中国，也是中华，啊，台北就台北，啊，中华台北，中国台北。系啦，啊，将一个句报出来一个声，我惊大家改变。迄是你的国家，流亡政府伫咱台湾，是利用咱这人去来撑面子。你来选举，台湾人去选中国人的总统嘛，真奇怪。所以台湾人做中国人的总统，伊也认为啦，奇耻大辱。所以你来看，迄个李登辉。蒋经国一个死去，伊要做总统的时阵哦，蒋宋美龄反对啊，你会记得无？
迄阵大家拢看无呢，伊原来伊要甲反对啥？啊是讲伊宋水什么临门一脚？你甲看迄经过历史，你要认真来看。因中国人就知影讲，你袂当做我中华民国总统啊！你台湾人啊，你袂当做啊！所以伊要甲换掉，伊若换掉是合理的呢。但迄个时阵，宋楚瑜临门一脚，甲伊讲，你当要求讲马上就来决定。安尼时阵，伊才做迄个总统，做十三年呢，做十三年，台湾地位够改变没有？所以阿扁佫八年。都不改变，台湾人做中华民国，做中国的总统，所以阿扁啊，予伊连一关一点都不习惯。你因为嘛差一撮按连一关，伊会感觉奇耻大辱啊！你是我统治的人，你是奴隶的人，啊奴隶变做主人，甲袂，对不对？但是阿扁叫连一关以后，咱过去。我都不表态，因为我知影情形嘛，我没有办法表态。但即马就不太一样，咱跟美国讨论啊，比如说你台湾政府有机会让你做一点机会，你出来讲。所以那你观点讲，好礼拜开始，我们拯救陈水扁。我们拯救陈水扁，先不管伊犯不犯罪，犯罪是中华民国来这代，贪污是中华民国来这代。但是咱即摆是徛伫伊是本土台湾人，伊做一本土台湾，伊也有伊的人权，也有伊的人道。伊基于这两点，我们站出来。啊，咱是政府哦，咱即摆政府甲美国讲有效哦。以前咱戆戆，咱无法度，你个人的时候你无效啊。我即摆以台湾政府代表本土台湾人，甲美国要求，你爱从单水扁先生再去美国。我估计啦，上班啊，六个月内底，近三个月就完成。我来看啊，完成以后吼，台湾还一挂人吼，还搁伫遐讲风凉话。我看有啦，你试过你就知啦。伊就讲吼，讲咱抢的功劳啦。啊，因老早就安那安那啦，你看，到时你就知。所以呢，迄不要紧，咱去做吼，咱认真做，照咱的意思去做，咱一切拢照法理。所以各位，你既然受训，尤其是高级班啊，你是将来必然的高级的行政人员。你一定爱去读册，我阁讲一摆，你无论安怎，你去本身台湾人一定爱读啦。啊，有诶讲啊，我不爱谈恋爱，叫你囡仔谈嘛完，让你的小孩子念，对不对？你厝内底总是爱有一个人，你才发你足清楚，唔通阁是空嘴薄舌迄套诶。台湾独立要创啥，迄个无效啊！对，好啦，过来，咱即摆四月二五代志，你拢知影。咱即摆爱诶方向就是身份证，身份证很努力的在推。啊，即摆165，我迄日刚好我有迄个做去刑事警察局啦，因为因要求高级，我甲伊拜访，这是友善的哈，朋友啊，伊是要来受训的啦吼。我你讲吼，这个也做，我访问啊，台湾政府合不合法？伊讲不违法，知道吗？不违法，伊都不犯嘛，不违法。所以表示啥？咱是合法的，但我们不是合中华民国的法。我在怀疑合伊的法，我免甲登记啊，是伊中华民国爱来甲登记才对呢。你听有无？咱是正正刚刚的台湾政府呢，啊是林鸿章，伊台湾当局呢，台湾 authority 呢，台湾的政府机器哦，只有一个啦，台湾政府。另外，中华民国也叫做台湾当局啦，哪有两个政府，一个而已。但是为着要让大家知影哦，台湾有两个政府，抬高了他啦。中华民国无不是政府，无人承认的，放在路边嘛，无人去捡的。所以，咱一定要很有自信。咱台湾政府，所以拢讲哇，台湾政府，与你一旦讲哦。你们都是高级的官员啊，你们有资格讲台湾政府啊？你不要认为说你没有资格，
立于四千名来对架架杠杠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。反正你若要做高级官员，你来各方面你要注意哦。我希望我们咱台湾人哦，第礼貌爱注意，礼貌。哦，你是你妈查甫出你后边，爱突破哦，啊你讲话嘛较细声，普通些礼貌来注意，生活习惯来注意。啊，可能是我是希望讲咱这查甫的同志，拢爱穿西装的，哦，标准嘛，穿较标准。啊，其他我要穿西装，我跟你讲，你问那个总理怎么样？我伫上课即摆上课穿，我规身裤汗嘞，但我拢穿着。这是啊，一种礼貌。咱这个气质开始培养咱家己了。日本人，你也看上日本人，日本人拢是穿西装，你注意无？伊敢较有钱无呢？甲咱差不多尔呢。但是拢穿西装穿。啊，即摆吼，中国军人来啊，穿西装嘞，马马虎虎的。穿差叫衣裳，卖乌皮穿。啊，为了怎话？啊，所以无迄个运动，遐死中国运动卖无。你要看台湾以前哪有贪污，哪有红包？日本时代哪有迄当红包？无呢？日本警察一伊迄个迄个啊，迄个啊，细细伊啊，就管一个村拢一管呢。啊，即卖呢，派一班的警察都管袂了。迄权威嘛，人对警察的尊重，对不对？所以台湾差不多要改善，改善。啊，期待各位吼，咱做台湾政府的成员，啊，这点呢，一定吼，爱从今天开始，我爱一切拢爱照自己，啊，一切照自己。我知影咱即摆来讲吼，经济正歹，因为我们是真清楚，但是警察即摆你小看忍耐是输输啊，对无啊？因为咱有咧想办法，甲美国讲，美国爱开放市场，咱台湾人去伊遐，迄个美利啊，拢当免税，我一定会做到这一点。因为过去台湾人会变做四小龙的时阵啊，是安那四小龙，伊美国开放伊的市场，互咱台湾生产遐物件，拢会上上去美国。我今日甲美国谈话就是讲，我承认我互你吃咩？我甘愿嘛，你正赢我嘛。但是照正常法，我台湾生产的物件，我可以免税寄到美国去呢。啊，你敢叫免税？当然啦，美国伊咪甲讲吼，啊，我美国的东西也可以免税进来。啊，咱就小可想着，我今仔早拢免税给外边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只要咱来免税，咱台湾足骨力。台湾人你也看吼，甘愿趁钱买食饭的，你也看计程车司机是啥物？迄计程车现在要落来食饭啊！你讲哎，阮正啊，啊我今要坐车来头前还会使哦。你讲来，我爱买食饭啊，啊食饭无要紧啊。拢是安尼啊，台湾人拢是安尼啊，要趁你的钱，伊甘愿买食。这台湾人本是足好，上界害的无气质，啊中国文化互咱无气。马马虎虎，贪污，很糟糕。所以以后哦，大家人在你心内底一定要永远记住，你即嘛是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，你所做的工作要做台湾人的表率，啊，你所做的代志要做台湾人的表率，而且要做台湾人的模范。啊，若安尼哦，渐渐啊，这几百个渐渐啊，迄个影响力会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。安尼才是咱台湾人的愿望，甲台湾人的未来。各位，大家来做伙拍拼，你讲好不好？好。即马呢，差不多两分钟吼，我想讲要来下。啊，你即马下着呢，那就叫我甲你讲的吼。大家，你这个三修兼备者，吼，三修兼备。迄个也做高雄市的先雷导下去，啊。其他拢是边啊，啊，过来就是台中市的，过来高山、高山组，过来就是市内，来咱来考。哎，等下，小丹姐，好玩，小丹行好势吼，行好势，行嘞。
拍手。